他刚刚不是要休息吗？出来干嘛？我现在是主持人，不是唱歌的。所以，我没有准备新的歌，反正我新专辑的歌你们也不会唱。新专辑，新专辑，新专辑，新的你们会？怎么可能？那我先试一首啊，这一首会唱的话我才唱下一首。好，因为新歌你们一定不会嘛，我猜一定会，但是不是很熟，跟我一样。我刚刚看你们唱那个韩文也挺好的。真的吗？你们敢唱的比那个差的话是哇，真的很了不起。老爸傻了。好啦，我唱一首专辑里面，专辑里面，新专辑里面比较怎么说呢，比较不会被你们猜中我会唱的那一首，活在故事。干嘛假装开心？你明明不是想听这首。都那么精彩。
还不错，还不错。